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蔬果生活志》，我是雅黎。想要身体好，蔬果不能少。节目一开始，先来看看今天有哪些蔬食的健康资讯要跟大家分享的。高龄70多岁的萧长聪说：“食就是人的良心。”今天一起来看看萧长聪和太太林秀娟如何用良心来推素食。您知道一个简单不过的番茄意大利面该如何料理出不同的美味吗？让李耀堂老师来告诉你。在圆山花博区的珍宴馆旁，有一个热闹非凡的小农市集，让我们跟着大厨徐茂兴的脚步前去一探究竟。请收看今天的《蔬果生活志》。是什么样的因缘让高龄70多岁的萧长聪和太太林秀娟愿意放下在美国的悠闲岁月，回到台湾，只为了推动素食？一起来看看萧伯伯、萧妈妈的故事。这是一家位于台北市的素食餐厅，萧长聪和太太林秀娟是这家餐厅的主人。今年71岁的萧长聪年轻时带着家小移民美国，在小孩渐长后，因为宗教信仰的关系，两人开始美国、台湾两地跑。这一对可爱老人家让我觉得应该是真的是发自内心觉得应该找不到比这一对更可爱的老人家了。而且在跟老板聊天的时候，我可以感觉到他们对就是土地跟环境有很深的感情跟关怀。因为我都亲自看他们这样很用心的在为了大家的健康，然后把这个素材清洗得非常干净，非常的用心。我在美国待了12年，等我儿子大概大一的时候我才离开。在我们回台湾的时候，也想说餐饮饮食是非常重要，所以说我们对于食材我们去认识了解，所以这个动机是这样子开始的。刚从美国回来时，萧长聪和林秀娟是从酵素的制作开始接触健康食材的。今天萧伯伯、萧妈妈要带我们回到7年前那个充满回忆的地方。这个点是双溪的上林村，当年我就在这个六甲坪上是作为我酵素的工作室，就是在这里。对，我以前做酵素的地方。那个时候，我这里有一个坛城，是有一尊千手观音了。那这个地方是。我大概都在这边工作，我都会把窗户打开，因为酵素需要有非常好的空气的流通对流。酵素是活性的，是基本上是活的，所以一定要好山好水好空气。一桶大概100多斤，150斤，我大概最多的时候有40-50斤。为了制作出好的酵素，萧长聪和林秀娟费尽苦心，其中的努力当年的房东全都看在眼里。非常辛苦，而且那个桶子都是这么大，然后做完了之后他没有办法分解，就是要整桶就下来。那整桶下来怎么下来，就是从2楼那边慢慢的一步一步从楼梯那边一步一步的下来。对于两人同心的岁月，萧长聪和林秀娟记忆犹新，甚至当年第一坛制作的酵素都有两人的故事。7年前开始的时候做的第一桶，我是充满了那种爱心，用这个心念下去做的，所以那个第一桶到现在我们还在这边。因为我朋友跟我说，12月16号是月亮最满的时候哦，那我就跟我先生讲说，那你来，我们在月光下，好，在这里因为空气好嘛，我们就把它捧出去。我们说过11:15子时了嘛，就12月17号，我说刚好你的生日，我说那有你许愿好。所以我先生呢，我丢，然后他就许愿，就完成了我们的处女座，就是这一小小的一 ohm 开始。所以我们也不知道说我们会那个时候的出发会演变到后来我们两个人充满那个喜悦，说好继续走下去。那我可以请教萧伯，那时候你许的是什么愿吗？
花月一定要把这一个做好。最终我们两个人决定就从宜兰开始。为了寻找好食材，两位加起来快150岁的老人家不畏辛劳，山里海边全神走透透。要制作不同的酵素，就需要多样的新鲜水果。为了要找到好的金枣，萧伯伯和萧妈妈远从新北市的双溪来到了宜兰的礁溪。嗨，到了。嗨，徐太太，你好。今年很健康哈，这个就是金枣。啊，它怎么长得特别大特别多哈、这个有没有算金枣？对对，它比较密集。好，有别于市间哦，它可以用一个高过一般市场的价格去支持一个非常不起眼的农产品。我们是很早就在澳新就看到后悔，其实心里也是很有感触。那个澳新是38万人口，你看它能够发展成为现在全美最大的有那个无毒的那个超级市场，我觉得台湾好这样走遍，我觉得台湾更可以。当他认定这个食材是真实的，这个耕作者是真实的，那他们就会用最真的心来对待。这几年在台湾这样子跑，我们发觉说很多农友其实他很辛苦很勤劳的在那边工作，那种植有些有机的虽然达不到标准，我们比方说它是60分，我们要鼓励它想办法让它提升为80分，那80分的再我们再支持它让它可以达到90分，对大家的食材就有很大的帮助跟很大的保障。这样的全神走透透不仅辛苦，也曾经发生过惊险的情况。各种材料食材是散布在全省各地，那我们有时候也会在休息站睡觉为了省时间。在苗栗迷过路山区里面、就找不到出来的路，我们就跟着这个书啊或杂志跑，那有时候我说不要看了，我们就乱闯好了，就闯啊到处闯，就是那种我觉得那种是一种探险，蛮好玩的。本身就是虔诚佛教徒的两人回台后，在师父的指导下开始接触健康饮食的推广，这对原来就注重食的健康的林秀娟来说更是用心投入。选择素材都是说一定要有机的没有农药无毒的，他们才会去选择，而且选择这个材料回来之后在清洗方面，它每一颗它都非常仔细的清洗，就都大桶水啊，就采起来就可以吃了，对吧？他们还是一颗颗，对，他们还是一颗一颗的洗。因为这样子的态度，所以在食材上面，我可以用龟毛两个字吗？餐具如果洗不干净，或者我的菜洗不干净的话，我很龟毛这一点，所以我宁可就是干脆休息。外面外食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卫生，它很干净。通常我在备料的时候，我就会先去考量到我们现在的五行五色，因为它所有的光合作用产生的这种颜色的那个蔬菜水果呢，事实上是比动物性的哈要来的营养，能够尽量的就是均衡是最好。我们长期算是老顾客，我觉得是给我的感觉是一个让人很安心的，好像在家吃饭。这个地方是我们可以很放心来经常来使用的一个地方。我在内心里面呢，我觉得我不是在开餐厅，我只是觉得说我是一个妈妈，当妈妈在做菜给孩子吃的时候，她绝对不会马虎。就好像我们的餐厅一样叫生活原味，它就是简简单单，就是清清楚楚，就是真材实料。萧伯伯说，食这个字拆开来看就是人的良心，为了这样的信念，萧伯伯和萧妈妈全心付出，无怨无悔。友善大地联盟的执行长杨从贵
因为工作的关系和萧长聪和林秀娟结缘，对于两老的执着与信念感佩在心。就是年纪大了会想到说自己的生是一路走来自己生命的意义在哪里呢？我觉得把做孝术是当作我在服务这个生命，因为我希望这个食物会带给更多人这种健康。他在食材上面的坚持，但我觉得如果允许的话，我会想他们在做人上面的坚持。我这把年龄我还在做，那么我也希望说我能够身做身教，能够让年轻人说啊，他也投入，然后呢对台湾这块土地我们好好的去把它照顾好。这几年有很多年轻人回乡投入，这是很可贵的。我希望说年轻人能真的爱惜这块土地，这是我一直希望有传承，这才最重要。在一次谈话中，萧长聪曾经告诉我们，食这个字指的就是人的良心，这样在他口中淡淡的一句话却深深的震撼了我们。老祖宗实在很有智慧，他这个食字，饮食的食，刚好是一个人跟一个良，一定要本着良心来做事，这个餐饮或是食品加工，就以这个原则来自我要求。当再次问到他们是如何来完成这样的信念时，两位老人家的回答是这样的：不敢讲回馈社会，我们只是做我们自己的本分的工作而已。接下来我们看看李耀堂老师今天要教大家什么样的料理小撇步，请看妈妈不知道的事。好，我们今天教大家煮一个番茄意大利面。那这边有一颗鲜红的牛番茄，那这牛番茄的底部呢，我们画上2公分长约0.2公分深一个十字刀法。切好之后呢，我们把它丢到沸水当中。好，这时候呢麻烦妈妈帮火熄掉，这时候用浸泡的方式让番茄给它焖熟。熄火的原因就是让这个番茄肉避免糊化掉，浸泡个2分钟就可以了。好，将浸泡的番茄捞起，这时候呢就可以迅速很利落的将番茄的皮取下来。好，先将地头的部分呢切掉。再将番茄呢切成丁状。好，原锅的水呢我们加入1大匙的盐巴。水滚之后呢，我们放入意大利面，这时候你可以绕圈圈的方式，避免面条纠结在一起，这时候温度会下降，然后利用筷子呢加面条迅速的拌开。这时候呢我们把它转中小火持续煮8分钟，意大利面就熟透了。在平底锅加入了奶油。好，平底锅当中我们将奶油融化，融化之后呢加入切好的牛番茄。好，这时候我们将牛番茄炒熟。好，我们现在将煮熟的意大利面呢迅速捞起，捞起之后呢我们跟番茄结合，加入1小匙的盐巴，1/2茶匙的糖，迅速的翻炒。好，起锅之前呢我们再加入9层糖，加入9层糖之后呢，你会发现整个都将番茄的味道引出来，这时候呢我们就可以起锅了。好，这时候我们很轻松的完成茄汁意大利面。
我们要请蔬果生活志的徐茂兴大厨带我们去美丽的圆山花博馆，逛逛热闹的农民市集。我们有请 Bruce。我们今天带大家来到的是圆山捷运站的出口的附近。我刚刚看了一下，这边大概光这些的蔬果市集，大概我看有上百个摊位。等一下呢，就带大家去找找看，我也带你们看看有没有你们家可以需要的，顺便也找找看我餐厅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运用的。周小姐你好，我们今天看这个地方好棒哦，我觉得阳光也很棒，刚好这边还有一阵风。对，我看这边好像哇，好像上百摊，可不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好，我们这个计划是花博农民市集，是由台北市政府所主办的。那也就是从花博结束之后，这里有一块空地，在这边做一个叫农民的市集。本来只是试试水温嘛，后来发现民众反应都非常反应得很好。对，每一周来到这边都会有不一样的县市主题在这边做呈现。在这一次的计划里面，蔬果的比例大概有占到80%。80%，对对对。好兴奋啊！要快点进去。对对对。买点东西，看点东西，介绍一下，好不好？好，没问题。我们现在可以进去。真的是热闹非凡。接下来呢，看看大厨 Bruce 会不会如愿找到适合他的好食材吧。那你来看一下我们其中一个大头目。哦，是大头目、哦。对，他的外号叫大头目。大头目是，今天有主厨来访哦。是，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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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那个大厨逛市集的 Bruce， 我姓徐。哦，你好，你好，你怎么称呼？大哥，我是大头目，是大头目，一定是我们原住民哦。是，一定是阿美族。阿美族，是是是。好，来看看阿美族种的水蜜桃。我们是来自于复兴乡拉拉山的水蜜桃。是是是，好，很漂亮。是，你看这上面还有写字啊，娇贵的水蜜桃请勿触碰啊。是，我听人家讲说水蜜桃啊很娇贵，好像连摸都不能摸，是不是？哎，是的，因为你早上一触碰它，稍微捏一下，下午它就发黑的那个发。对，是的，甚至于整个都报废了。报废。对，所以你自己种水蜜桃种了多久了？我种水蜜桃已经十来年以上。十来年。这个时候五月份是我们水蜜桃的一个初期的一个产季，那五月份一直到六月中旬是一个第一个产季，第一个产季叫五月桃。再接下来就是到八月之后的，一到八月底、这个季节就算很长了。是的，是的，是的，所以正式迈入这个水蜜桃的一个季节，是这样的。那你来这边卖了多久了？你说这边啊，像我们五月份一开始就是五月桃就开始全面就是去销转售这个五月桃。对，这个市集卖的还好吗？因为我们是一个季节性的一个产品，是对我们来销售来讲，这个还不错，还不错。要呼吁我们的观众啊，因为我觉得我们这些。不管是种蔬菜水果的这些农友都很辛苦，而且我看他们每个人把他的这个水蜜桃照顾得比他的小孩还好啊。哦，是的，我看他摸摸很轻轻的，每一个都要捡起来看怎么放。是，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爱心的那个照顾上面才产出来的这些东西，也希望市民啊都来这边逛一逛，真的很棒。是，祝我们大头目生意兴隆。谢谢，谢谢，谢谢你，谢谢，拜拜，拜拜，谢谢各位，谢谢。你说这个是很特别的一个阿姨，是吧？对对对，她是有机农场，自己本身有一个农场，然后种了非常多有意思的台湾农产品。阿姨你好。哎，你好，你好。好，我们今天专门梁公立家很特别的，来给我们盖小姐啦。哦，你这边可以种有机的菜，是什么原因来种这产？就是我人哦，无爽快的时阵，开始大肆地努力果子，人家简介骂我进口的啊。是，你讲这是叫做什么？努力果，努力果啊，是嘛是一个树啊呢。对。哦，啊也生出来就是像这款。对，就是像咱的皮肤。嗯。它的皮肤哦，每一个孔都是一个毛细孔一样，嘿，这内底拢有一个毛细孔，拢有七粒籽，哦，所以这内底都有200几粒籽。哦。哦，对。伊这努力果一定爱花销，效果爱有，所以甲怎开始拍规粒的，它的纤维很赞的，很棒。对，啊，你讲这是你这边安怎吃？
好，这咱就改磨粉啦，嘿，咱改磨粉，好，对，嘿，安尼吃，对咱的身体非常好。所以哦，有时候哦，你若真无注意的时阵哦，咱会当去咱的安全入口网内底，好，你去要看伊都，嘿，对。金桥那是呐，怪怪，这敢是金桥？这就是叫做蛋椒，哈，咱就是一口椒，伊这个也一个哦，这个风味有特色。是，好，咱就芭蕉，芭蕉的蜜椒，芭蕉的蜜椒，它很 Q。大家有时候会感觉到说酸酸的，它有它的特色。好，啊，那像咱的香，咱的山椒，咱的山椒都是一般山椒。对，咱的山椒它的营养就是在这个皮，啊，这个皮呐，愈重点，营养的愈多。重点就是五点。嘿，对，越有一点，它的养分才有到我们的果肉里面。是，啊，这样才是营养好的。啊，上盖好就是拢规条细细的，你甲大哥吃吧。伊这个皮愈赞呐，嘿啊。是哦，是啦。这个是什么呀？这个怪怪的像，哎呀，这很漂亮嘞。对，这火龙果的灰哈，咱这五粒的有这个胶质，它煮起来的话就是会黏黏的。它有那个白蛋白，啊，加五粒的有这咱的花青素哈，也当去给咱的体内排毒，我们体内的重金属它会排出来。啊，煮汤擦菜拢足赞呢。对对，谢谢阿姨，谢谢阿姨，谢谢谢谢，多谢阿姨，你一定会很棒。谢谢谢谢。谢谢今天各位观众有没有跟我一样很兴奋？而且它非常有主题性哦，所以它很适合我们的家庭呢，可以带着家人来这边玩，也很适合来这边买菜补给都可以了。然后最让我兴奋的是什么？我找到我要的东西，我秀给你看一下。这是我在台湾呢，别的地方我从来没看过的，它有点像朝鲜蓟，可是因为在台湾呢，这种新鲜的这种很我从来没看过，但这是火龙果的花。好，但是我觉得我可以把它做出很棒很棒的菜，也许我把它烤过我可以做前菜，也许我可以把它处理过之后变成沙拉。如果您想知道它的做出来的口感，下个四集的时候我一定把我做出来的口感告诉给你，好不好吃。想要拥有好肤质吗？根据大林慈济医院营养师张雅芳的建议，其实不用花大钱保养，只要从日常生活中就可以简单吃出好肤质。每天至少四份蔬菜，两份水果，能够帮助肠胃道蠕动，排出宿便，皮肤自然白里透红。今天的节目您还满意吗？蔬果生活志告诉你蔬食大小事，感恩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会。